大家好，俄罗斯六岁叶伟国从广州来了。我今天还是要表演万万没想到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提问，朱丹姐姐，孙悟空本领大，他会多少种变化？72种。答对了。请具体说说有哪72种变化？上天入地。变你。不对。我还得说72个吗？72种变化是第一种变化，第二种变化，直到第72种变化。万万没想到，啦啦啦啦啦。提问，郑爷爷，孙悟空喜欢吃什么水果？孙悟空香蕉。错，孙悟空喜欢吃榴莲，因为有时候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。万万没想到，啦啦啦啦啦。提问，柳一伟叔叔，孙悟空是属什么的？孙悟空是属鸡的。错，孙悟空属马，生于公元前578年，因为西游记第三回里孙悟空看到生死簿里写着石猴该寿342岁，后来孙悟空当了15天弼马温、180天左右的齐天大圣，在老君的炼丹炉又待了49天，天上一日，地上一年，共224年。此时孙悟空566岁。西游记第14回又说，孙悟空是王莽篡汉时，也就是公元8年，被压在五行山下。唐僧在贞观13年，也就是公元640年，解救了孙悟空，期间有632年，也就是说孙悟空被解救时已经1218岁。公元640年往前推1218年，就是公元前578年马年，所以孙悟空属马。万万没想到，啦啦啦啦啦。柳一伟叔叔、朱丹姐姐、郑渊洁爷爷，我那么坑你们，你们烦我吗？不烦，不烦。那我就再叫2个上来。你拉哪个？得记着那岁数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是谁呀？是我的妹妹。我们还有一个礼物给你们，你们想得到吗？想。想。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,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 над рекой.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,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, на крутой. Катюша танца чинчал яншан, Тошан хао чан минмэр хэнгуан. 谢谢大家。我上次的节目播出之后，我和朱丹姐姐在俄罗斯被很多人知道了。我还长了一颗牙，我还加入了俄罗斯国际象棋队，今年5月份要参加7岁以下组的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。